三号。盖子和白色盖子是要分开用振动盘振动，不然的话后面的检测物料检测时透明盖子可能会检测不到，每款盖子都需要单独使用。说甩两下看能不能甩下去。我先看一下有没有压到位吗？还行，每个都压到位。清掉，按清掉就好了。有没有？来，好了。清掉以后，这里就开始敷。这里就不放料了，把料盘中的所有的物料算清。走完只有一个，看一下。把这个摆一排，看一下。这清料搞得还行。等会啊。清料也就是说，转盘上面的所有的物料。啊，它是这个。清空。对，它是清完嘛，就没有管子在上面嘛。嗯，所有的动作全部做完，停机。是啊。够了吧？够了，稍微转一下。从这个开始啊，这样子竖着甩一下，看它的一个。也就是三号盖子是比较紧一点，是不是？是啊。二号盖子轻轻一甩就甩出来了。那行，就甩了都不动。哎。